没有 YouTube 直播的九十日，没有 YouTube 直播的九十日，没有 YouTube 直播的九十日。嚟到零制作送礼周第三周嘅第二日，大家好，我系思和。今日咧，我哋又系送一样我之前喺旅行买翻嚟嘅手信，嗱，唔贵重，但系情意重，就系呢本啦。咁呢本咧，其实就系九月份嘅时候咧，我去 TGS 嘅时候专登买翻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本《Jump》嘅长刊啦。嗱，老实讲，呢本长刊真系唔贵嘅，价值只系around1500 yen左右啫。如果我冇记错嘅话，但系。好靓，好靓，好靓！佢基本上咧系将成个针展你可以见到嘅画啦，见到嘅摆设啦，全部咧都收录晒喺呢一本嘅画册入边。睇完之后咧，其实当你自己行咗80年代以前嘅呢个针展系一样嘅。如果你系针嘅 fans， 呢本真系唔可以冇。而且个针展好似已经冇咗，因为咧已经系等紧第二个年期啦。而下一个年期咧将会系3月19日开始。咁呢个咧都系针对我哋呢一代人嚟讲咧最辉煌嘅年期嚟噶，包括南二刀合樽啦、龙珠啦、悠悠白书啦，全部都系。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展就可以见到啦。虽然个展入边咧系拍唔到嘅，但系大家都知道，我每一次去完之后，我都会买一份礼物翻嚟送俾大家，再同大家去分享嗰个展览究竟有啲咩睇。三月呢一个都唔会例外。如果你都中意嘅话，记得三月嘅时候留意重开嘅零制作，我会同你哋介绍针展。如果你都信到头先嗰份礼物嘅话，咁就麻烦你帮我做少少嘢啦。一样，请你去 Facebook 嗰边咧揾到今日嘅呢一条片嗰、那个 post， 喺个 post 下面留言咧，话俾我知你想呢份礼物嘅原因，再 tag 一个朋友。记住要 like 埋我个 page， 咁你就合乎抽奖资格啦。但都记得喺 YouTube 呢边咧留言支持下我，支持下送礼物俾你嘅厂商。记得揿下订阅制，等我哋个 base 越嚟越大，再揾更加多嘢送俾大家。记住我哋嘅新 slogan： 一人一 like 一 share， 思和帮你 out sponsor。听日送礼再见，一阵间记得个数码暴龙打机，拜拜。